咱们撒谎了吗？咱们撒什么谎啊？来，新娘看镜头，哎，开新年，再开新年，哎，新娘看我，来，新郎看一下新娘，哎，深情一下，哎，好，靠近一些，来。 这边还有，这是我们的新款，不试戴一下吗？试试呗。好看吗？好看，喜欢吗？凯哥，嗯，我觉得好像也没那么好看。你说它这么小一颗。 卖那么贵，一点也不好吃。再算了吧。反正过两天都是要退的，再两天过也卖。那就要这个了，谢谢。这个是谁呢？是漂亮阿姨。是我啊。嗯。他们看上去好像关系很好。哎呀，是因为我喜欢漂亮阿姨。 不知在那度过四季，许久未见的友谊，许久以后的爱情，让我沉醉的倾听，静静的聆听清风和你，抹去纯真的橡皮。 执着的依旧是你。进来了，小姐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听不见，大声一点。进来了，小姐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翻开抽屉里珍藏和你的画集，虽然久违的你不知在那度过四季，许久未见的友谊，许久以后的。 恭喜你们了！恭喜求婚成功！27岁，来这个队，他的位置差一点，看清楚，看清楚，他的非常艰巨。但是现在就是尤文的球员心态，现在是。你喝这么多咖啡，你晚上还睡不睡了？ 这个足球比赛就是你真的是不知道。哎，这个克里斯蒂亚诺·罗纳尔多，好帅呀！你看他这颜值，这胸肌，这腿。哎，你是看球呢还是看选秀呢？管我帅不帅？接，简直太帅了！C 哦，太惊喜了，好帅呀！来，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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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只是困了，可以自己走。没事，我不赖。熬夜看球可太累了，问题看来是录播。他这次 CFA 不是没考好吗？就特别沮丧，我又想让他开心开心。他说他想吃一吃就开心的甜品，我就寻思做这个让他开心开心。安宇，替我尝尝呗，替我尝尝。好，这块应该是做的最好的吧。太齁了，还是太硬了？怎么说，你不是跟那个老少其实是学过做甜品的吗？这么难吃吗？你是不是把盐当成糖了？怎么比老少做的还难吃啊？来来，回来了。来，快坐。凯哥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这是发生什么了？这是凯哥做的。凯哥是一份好心啊，他说你最近特别的有一点沮丧，然后说想放，他就给我找了个地下室，我这正准备搬过去呢。我们买饭了，先大家一起吃一点吧，吃完我们帮您一起搬啊。谢谢，放这吧。哎呦，哎哎，不好意思啊。给我。大哥，这什么啊？这是我研究的半导体通信器样品，用于特殊环境的测试。特殊环境？你比如矿井啊，深度油田什么的。当然了，这要看具体的土质和环境，还有施工时的隔离层的材质以及厚度。有设计图和介绍吗？有，这儿。啊，你看。有测试数据吗？有，这就是。马工安宇，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带给我们一次漂亮的翻盘。什么意思？我听懂。这样吧，我们给它取个名，就叫做行一号。喵多想要用心跳和你交换，从此刻到一生的陪伴，藏起的浪漫，平凡的灿烂，你的名字就是唯一答案。还有小皇冠。Happy birthday to you. 学吧。路灯下光线自然，微风偷偷的弥漫，散落街边的孤单被你填满。手心握住的温暖，呼吸在耳边呢喃，目光交集后你害羞的躲闪。生日快乐。这一秒多想要用心跳和你交换，眼眸里转不停的期盼，
想念的波澜在黑夜扩散，你的笑容慢慢驱散黑暗，这一秒多想要用心跳和你交换，从此刻到一生的陪伴，藏起的浪漫平凡的灿烂，你的名字就是唯一答案，这一秒多想要用心跳和你交换，眼眸流转不停的期盼，想念的波澜在黑夜扩散，你的笑容慢慢驱散黑暗，这一秒多想要用心跳和你交换，从此刻到一生的陪伴，藏起的浪漫平凡的灿烂，你的名字就是唯一答案。